Hi everyone, I'm Greg. I'm here in Wuhai. Wuhai is the first city that the Yellow River flows through in Inner Mongolia. People here call the Yellow River their mother river and have developed a special bond with it. Looks pretty cool, eh? I'm here right by the Yellow River, next to the border of Ningxia, which is right over there. The river takes a sharp turn to the west here, and there's an artist in a village called Lu Ting who expresses her love of the Yellow River by painting on stones taken from its waters. Let's go and meet her and find out a little bit more. Hey, 你好，陆老师对吗？你好，我是Greg。哦，你好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你挖石头的过程。 欢迎欢迎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石头呢，就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黄河边。这些石头呢，你看着它挺普通的，但是却不平凡。比如这个石头吧，我现在在这个石头上看到了森林、湖泊，还有河流，还有太阳。这些石头呢，你看它，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一个样子。 你看它这个下颌底是原本的造型，包括这个鼻梁前的这个色调，还有白色调，这就是石头传达出的一个形象，并不是说我单纯的在这个石头上画了一个女孩子。因为这些石头都来源于我们的这个母亲河，所以说，在这些石头上感受到最多的就是母性的光辉和中国女性的力量。你看这个石头呢，就是当初在为这个蒙古马文化做的这样的一个作品。 我最初看到它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了一双眼睛，非常的炯炯有神，而且也具备我们中国女人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特点，很狭长，很单薄，但是非常有神。哦，看你这个石头也挺特别的，感觉有那个 glimpse 的图案的感觉。对，表达一个睡着了一个很甜美的这样一个小孩子的这个形象。这个被子呢，我就没有找中国的元素去表达，艺术无国界，把什么样的艺术语言放给他。 它都会呈现出一种美妙的状态来。嗯，你能教教我怎么画吗？我带你去河边走一走，看看有没有一些石头给你灵感，然后你也可以创作一个。好的，好，走吧。好。这个石头咱们把它捡回来以后。 先跟他交流嘛，你可以先看看他，先从整体的这个感觉，看看这上面的这些花纹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思路。然后，这块有点像个兔子。有一些，刚好这个地方有一个石头的原本的纹路，像一个小兔子的两三瓣嘴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红红的眼睛。那我们要不去表达这个兔子？ 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个图，眼睛这块感觉不太用加色，它已经有红粉色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你看它这个石头很神奇，上面有原本的这些颜色，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最好要挑石头原本的颜色，这样的会更融合。就证明每一个都会不一样。对对对。 我刚开始画的时候也会有手抖的时候。 形状已经出来了，挺生动的一个小兔子。那我给它起个名字吧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我想的是 Alice，Alice in Wonderland。好，那这个画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毕竟它是个小兔子。 把它放回大自然吧。好，门口就有草地，我们把它放到草地上吧。完美。好，走。Go on, Alice. All right, take care, Alice. Have a good one.